走健康之路，做健康达人，欢迎大家来到健康之路。很多人都知道吃水果对身体好，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结出来那些经验，真的会让水果变成我们健康的帮手吗？今天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让我们欢迎本场的两位嘉宾，掌声送给大家非常喜爱的青年歌手斯琴高丽，欢迎他。大家好，大家好。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了，大家非常喜爱的主持人徐瑞。高丽好，大家好，我是徐瑞。在主持台的对面依然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医学博士何佳，何博士，欢迎他。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的重量级嘉宾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学的专家于康教授。大家好。大家好，于教授您好。主持人好，欢迎您。谢谢。那么我们现场有100位观众，每一位呢都会有表决的机会，如果每一次表决的结果跟我们专家推荐的意见相同的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健康达人。来，欢迎100位现场的观众。这些水果大家都认识哈，就不用多说了。可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想过以下的这些问题呢？各位，你真的会吃水果吗？来看第一题，以下说法哪种最有道理？第一，多吃水果可以美容和减肥。第二，水果吃多了可以催人老化。第三，多吃水果可以替代蔬菜。现场的100位观众，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电视机前的观众会如何作答呢？来，拿起表决器，请答题。水果催人老这事儿，我觉得不合适啊。我觉得水果的这个维生素含量丰富，应该多吃的话会让人显得年轻。啊、还是 A 吧，多吃水果的确可以美容，也可以减减肥。但是，比如说有没有一种有一个类型的水果，它呢能够加重人的氧化？我们不搭那么多附加条件。有一些水果有可能是会催人老化的，强氧化的水果，我定了。我因为减肥它减不了。没有，只是有一些。思琴选 A。对，多吃水果选 B 是可以美容的，可以减肥的。现场有100位观众，大家会怎么选呢？来，请看大屏幕。74位观众认为美容减肥是水果的一个非常大的作用，11位观众认为可以催人老化，15位说可以替代蔬菜，最有道理。等会儿，我选 A， 我选 A， 我选 A， 我想起来了，没准啊你。我想起来了，之前教授跟我们讲过，水果里的糖是果糖，对，果糖不会让人变胖，真正让人变胖的是另外一种糖。究竟以下的哪种说法最有道理呢？我们的专家给出的建议会是，请看大屏幕。好了，你本来是对的，因为我分析，你不让我分析。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没有说。就叫十分。我们什么都没有说，这一个就下面70几个人。对不起，89位观众，请灭灯。啊。在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阵营里，还剩下33号和21号，来掌声鼓励一下。65号，就这位穿黑衣服的，哎，对，就是您。65号，请问一下，什么叫做催人老化？我也不知道。我相信这个哥们儿当时排除的，我排除 A 跟 C 嘛，所以就选了 B。好了，来麦克风给下面55号阿姨。我也说不上，是懵的。谢谢，不难为大家了。下边我们请于康教授解释一下，这个催人老化什么概念？这题啊，确实有点难。嗯。但是呢，这题为什么重要呢？是因为纠正大家一个概念。注意啊，水果绝对不是越多越好。嗯。水果里主要是果糖，当果糖超大量摄入、多摄入果糖的时候，它会造成果糖的焦糖化反应，这是一种氧化反应。会导致人的老化过程加速。猜对了，你都没答对。对，注意，现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和一些国家已经大幅度减少了水果的推荐量标准，就是因为发现水果大量进食以后，造成氧化的过程加重，从而造成危险度增高。它的危险主要有什么？老化的过程，人体的老化。对，是部分的重要器官更容易被氧化，就是催老。那减肥这个事儿，减肥这个事儿是这样子，减肥这个事情呢，多吃水果可以美容减肥是做不到的，因为水果里的果糖是主要的，但也含有相当量的葡萄糖，所以大量吃水果，即便是果糖，它也有热量，
所以你大量吃水果的时候，肥是减不下去的，甚至可能有增肥的作用。至于美容就更谈不上了，因为当它催人老化的时候，只能让皮肤变得越来越粗糙，而不是越来越细腻。但是有一个说法，说怀孕的女人多吃苹果，生出来的小孩皮肤好，又白又嫩。对，就像我，对，我妈生我的时候每天吃一个苹果。哎呦，我从小到大，你看我多白。然后说每天一个苹果不叫多吃。啊，多吃。多吃，比如说吧。我老婆怀孕的时候，我妈怀孕的时候是我爸跟我说的，就是这样的苹果吧，大概400克，嗯，对吧？一天吃几个？每天不超过500克的水果是安全和适宜。所以这样一个苹果就行。对了，才一个呀。每天一个果，大夫远离我，就从这儿来的。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每天一个果，水果的果，大夫远离我。当然这话不一定都对，但是告诉你、啊、这每天的水果量，以一个我们主持人拿的这一个400克左右的苹果为一个基本合理的一个量。好，谢谢、哦、谢谢于康教授。最后一个说不能代替蔬菜，当然不能代替蔬菜。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观点，大家永远记住，蔬菜的安全性和重要性永远超过水果，永远压水果一头。嗯，那么某些情况下，当我不能吃水果的时候，比如说血糖最近波动的一塌糊涂，我不能吃水果的时候，我可以拿蔬菜来弥补水果的缺失，维生素，对，维生素、膳食纤维等等。但是我不能反过来用水果替代蔬菜，差距就在差的一点上，蔬菜里头没有水果里含的这么多的果糖和葡萄糖。好，知道了吧？果糖和葡萄糖过多的摄入会给身体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水果绝对不能替代蔬菜，偶尔吃一下是没有问题的。这种东西大家都认识吧？这个东西，火龙果，火龙果是吧？这个猕猴桃，是吧？这个呢？西瓜，西瓜，西瓜北方。我们拿它们来出道题好不好？拿这些东西来出道题啊，这个是柚子。各位，你们在吃这些水果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请看大屏幕。下边的这些水果哪一种的含糖量最高 ？A. 火龙果 ，B. 柚子 ，C. 西瓜。来，那个思琴。我说西瓜，西瓜最甜的嘛。西瓜，西瓜最甜。对呀、啊。徐瑞。下意识的反应会觉得是西瓜，但我觉得既然这道题不要再分析了，是我们教授出出来的话，因为有一种糖啊，也许尝出来是没有那么多甜味的，选火龙果。你选火龙果。现场的观众，来，我们剩下的亮灯的观众拿起表决器，请表决。就剩11位了。来，我身后的这几位阿姨都特别激烈的在讨论啊。来，麦克风拿来，麦克风给一号这位大姐。你选的是什么？我选的是西瓜。西瓜、为什么？那个西瓜含糖量是很高的。为什么？就因为尝起来甜，口感也是啊。完了啊，完了，糖尿病人还不宜吃，多吃。哎，对了，看徐瑞，糖尿病人明确说了不让吃西瓜。但是西瓜含水量还高呢，火龙果多干呀，那糖都是以固体的形式存在的。看着徐瑞那么看我，我心里有点没底。我们看一看大家的选择，请看。6位观众选西瓜，2位观众选柚子，3位观众选火龙果。这道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答案呢？难道我们的味觉，难道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经验欺骗了我们吗？广告之后揭晓答案。谢谢大家继续回来健康之路。这三种水果您一定都经常吃，火龙果、柚子和西瓜。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三种水果当中哪一种的含糖量会是最高呢？专家给出的建议到底是哪种水果呢？请看大屏幕。哎呀，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火龙果吃起来真的没有西瓜甜啊。别那么纠结，这就容易造成人们一种误解，好像是甜的东西跟糖的含量成正比。对啊，错。甜不甜呢、更多的是决定于糖的类型而不是量，口感的甜度的高低跟糖分的高低没有直接关系。我举个例子，牛奶如果我不放白糖的话，牛奶是不甜的。但是牛奶里有乳糖。对，如果我把乳糖放很多，你都不会觉得甜。但是我把这个乳糖全部换成一点点的果糖进去，你试试蜂蜜里的糖，马上甜度就几十倍的窜上去。对，所以
甜不甜，关键看糖的类型，而不是这种糖的多和少。不甜的糖放再多也不甜，甜的糖放一点儿，哎，甜味就出来了。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观众，会觉得很惊讶，到底是不是像于康教授讲的一样？我们现场来检测一下，来，有请何家何博士。好的，小磊，那么现在大家都看到我面前呢摆了三样水果啊，香蕉、火龙果还有西瓜。那么其实呢，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啊，我们讲的这个糖呢，其实指的是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因为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糖分，包括这种所有的碳水化合物，它进入到我们人体内之后呢，都可以通过代谢变成葡萄糖，也可以升高我们的血糖。所以啊，检测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那么一般呢，在实验室里呢，当然我们条件不会这么简陋啊，我们把它这个切开。啊，像火龙果呢，比如说我们就咬出来，一般呢我们用这个100克咬出来，那我们会有一些精密的仪器会把它捣碎，把它捣碎之后呢，我们把里面的这些可溶的这种固形物啊都把它提取出来，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然后呢再用一系列的这个精密的仪器进行检测，最后测出来的结果在这里啊，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这个香蕉呢，它的这个糖分的含量是20.5%。那么一般来说呢，大家会觉得哎呀，西瓜特别甜。那么其实啊，西瓜的这个糖的含量5%，看一看，哎，这个糖的含量是非常低的。那么刚才呢，大家也说到这个火龙果呢，它的这个糖分是特别的高，可是它并不是最高的，17.5%啊。如果您有这种糖代谢方面的一些疾病，特别是比如像糖尿病这样的一些疾病呢，就一定要咨询营养医师，然后让他帮你制定一个完善的方案。好了，小磊，谢谢何家。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火龙果当中含的糖要比西瓜高3倍还要多。是的，根据不同的品种，刚才何博士我们测到5%，多的也不过8%，一般很少有西瓜超过10%，剩下90%几，思琴，全部都是水分，只是因为西瓜里头含有相当量的果糖，所以它甜。哦，所以糖尿病人绝对不是不能吃西瓜，而是非常可以吃西瓜。哦，西瓜是糖尿病人选择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水果来源。当然，我们得合理的吃，比如说放在两餐之间，比如说血糖近期平稳啊，这个时候他允许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吃？一次量不超过，一般不超过两餐之间吃一圆，连皮的重量，当然上面可以吃的部分，500克以内，这作为一份西瓜的量，对糖尿病来说是非常适宜的。哦，明白了，明白了。我天天在家给我岳母吃半个火龙果，不让她吃西瓜，其用心何其独哉。你不要挑拨我们家的家庭感情。这个主持人其实真的是很重要，我们真的是很想告诉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累下来的经验有很多是错误的。刚才于康教授告诉我们一个等式，大家一定要记着，口感的甜蜜和含糖量是没有关系的。这样吧，我们在现场有这么多的水果，我们把含糖量高的，大家认为含糖量高的我们放在上层，然后呢含糖量低的西瓜肯定就得在这儿了，是吧？把火龙果放上去，火龙果得搁上头，苹果拿下来吧，来，苹果拿下去，对啊，梨也拿下来吧，大家都可以说梨放哪，榴莲你放上去，榴莲放上边，什么梨呢，梨呢，把梨拿下来吧，上边下边，下边梨放下边，好，还有木瓜得放上去吧，不是，这是芒果，哪是木瓜呀？啊，那芒果。芒果挺高的，挺高的。山竹呢？上边。葡萄高还是低？高。放上边。猕猴桃低。低。这是我们大家的选择是吗？对。有请于康教授，给自己鼓掌，完全正确。哎呀！完全正确，完全正确，丝毫不差。来，再认真的看，学习一下啊。上面这一层，认真上面这一层。明显的是比较高的，而且呢这位的含量特别高，相当高，跟这个香蕉特别是很熟的很烂的香蕉来看不相上下。哦，这些都可以往这边摆。那么火龙果呢稍微比它们低一点，好一点，稍微低一点，那么后面这几位就近似跟火龙果的这个水平近似了。而底下这一层，这一位，这个西瓜呀近乎是最低的含糖量啊，不到10%，甚至不到8%，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猕猴桃是猕猴桃比苹果要比苹果要低的，哎，这都属于比较低的。这个柚子也比较低，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摆，所以这就更考究了，我们能摆出顺序来了。然后这两位是差不多，是等同的，他们是低到高中间的过渡，相当于中等。哦，哎呀，好，谢谢。有老人家经常会说，桃保人，杏伤人，李子树底下埋死人，这有道理吗？谁就认为有道理的举手。我妈跟我说了，我认为有道理。玉康教授，毫无道理。对，不值一提，说说而已，仅此而已。给我个苹果，我奖励一下七号阿姨，她刚才都快站起来了，没道理，我都不让她说话，她都急了。李子吃一个绝对没问题，再好的水果吃一筐一桶，你也该中毒。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只要控制好量，我倒主张大家交替的各种水果立体的去吃。哎，别的我不敢说，你比如说啊，各位，苹果，你到超市去买，有5块钱一个的，有5块钱一斤的，看起来都差不多，那我们吃哪个呢？要选新鲜的，要选外面包，就是整体看上去非常完整的、规整的。换句话说，如果那5块钱的一个的有破损、有黑斑、有怪怪的形状，白送给我都不要。所以我们要看新鲜度，要看它的完整度，要看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样子是不是比较的规整。所以买水果有的时候也要以貌取果。是的。那比如说我是吃国光好呢，是吃黄元帅好呢，这个近似，是吃红富士好呢，这个近似。那绕口令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葡萄皮能吃吗？葡萄皮是这样子，葡萄皮里头呢有好东西，这个东西叫多酚，特别是那个紫葡萄的葡萄皮里头有多酚，这个多酚也很难吸收，因为它不容易从皮里出来，不容易吸收。我说我把皮嚼碎了嚼烂了也不行。所以吃皮呢确实营养比较摄入的比较多，但是能吸收多少打问号。所以我想你要不愿吃皮不吃也就算了。12号这位大爷，您有什么问题呢？我想提的问题是葡萄籽究竟有没有养分啊，对人身体有什么好处？葡萄籽儿就跟核桃籽儿一样，里头都有很好的营养成分。我刚才讲的多酚除了皮儿之外还藏在那个葡萄的籽儿里头，所以有些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籽儿，没这句话，就葡萄籽儿石榴籽儿都能吃，但是葡萄籽儿里的吸收率，那个多酚的吸收率近乎于零，是不吸收。那我们怎么才让它吸收率增加？对啊，怎么吸收呢？吃葡萄肉里头有一部分，然后吃葡萄里头多酚的提纯物，这个物不在葡萄里头，在工业产品红葡萄酒里。喝葡萄酒？我没说。如果你眼睛就盯着多酚，说我一定要补多酚，你喝点红酒比吃那葡萄皮儿来得更好。但是红酒就是酒精饮料，酒精的饮品，只要有酒精的东西，就可能有其他的麻烦。伤肝、伤胃，对血压有影响，甚至致癌。所以吃什么东西都要适量、适度。对。现在到超市去买西瓜，有黄瓤的，有红仁的，有红瓤的，还有粉红瓤的。这些有区别吗？差别不大，只要是瓜类，基本即死，糖分含量都那些。钾离子含量。那这个莱阳梨，什么南果梨、香梨，问题都不大。全世界苹果超过7000余种。你都列出来，咱们节目播不完了。它只要是苹果，在这个同样的这个范围里头，它的营养素含量就基本上是近似。谢玉康教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很遗憾，这道题目您出的杀伤力太大了，对不起，请灭灯。还剩几位啊？好像剩仨人了。仨人了，没事，不是有一复活吗？说是。对，万一要是他们都错了，我们就可以复活。好了，朋友们，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道题目。什么时候吃水果最不好？最不好，最不好啊！来，早上起来，睡觉之前 ，A， 睡觉之前 ；B， 吃完饭以后 ；C， 吃饭之前半小时。来，三位观众，请选择。哎呀，艰巨啊！就剩三位了。大家现在都在讨论，我们先做一个调查。早晨起来吃水果的有多少人？早上起来吃的人不是很多啊。然后睡觉之前吃水果的没有，
吃完饭以后吃水果了。很多人都会这首诗，但是应该不对的。这个怎么不对啊？这肯定是最对的。为什么人家饭店吃完饭都上果盘呢？上果盘，但是未必是对的呀。那难道你去吃饭存在未必是合理的？思琴啊，不要争了。主持人家里有开饭店的。啊，你怎么知道的？我们家的饭店在天通苑。来，最不好的一个应该是餐前吃，伤胃。嗯。啊？餐前吃。伤胃，因为睡觉前吃的话比较好，就是他你反正肚子里有点东西。现场有三位观众对这个题目投票，来看看三位观众的选择。一人选一个，肯定会。还真是，我一人选一个。思琴设计的真好啊！一人肯定会有一个对。这道题目完全，这道题目完全遵照了思琴高地。不，这个结果造成了复活崩溃了，不可能复活。只有一个人是对的，只有一个人是对的，好吧？来，各位。到底我们专家给出的推荐意见会是什么？请看大屏幕。为什么他为什么说啊？咱们先看没有选的那两个啊。刚才徐瑞说了，餐前半小时吃，说是伤胃，因为有刺激。嗯。徐瑞对了80%，错了20%。为什么？徐瑞把空腹跟餐前混在一起了。哦。所谓空腹，是隔了整整12个小时，一夜之间没吃任何东西。然后就吃水果，这叫空腹。而餐前半小时不能叫空腹，因为比如说我午餐前半个小时，我是有早餐的食物做底的，中间间隔早餐跟午餐间隔4个小时，不会造成空腹，所以不会造成你说的那种伤。但是为什么半小时吃、一般在餐前半小时吃呢？这样子的话呢，造成我后面吃饭的时候呢，容易刺激我的消化液分泌，然后我吃进去的水果的维生素相对来说更容易吸收，这个是比较合理的，至少说睡觉是一个比较可取的做法。睡觉前吃不是不行，也是可取的，但是注意呢，稍稍有一点这个补充，别在睡觉以前，比如说我们脑袋要沾枕头了，我嚼个苹果然后睡，不要间隔那么早那么近，中间间隔1个小时，就是我睡觉以前吃一个苹果，然后休息那么30%到1个小时再睡觉，这个状况就比较好了，但是也是可取的。餐后吃不太可取，虽然有开饭店的主持人吧，为什么不可取？对呀、吃完饭了以后血糖负担已经高起来了，然后再加一个含糖的食物进去，就是水果进去以后，血糖负荷会叠加，不管对于糖尿病还是非糖尿病的朋友，这种叠加都不可取，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吃完饭以后食物堆在胃里头，水果吃进去不能很快到肠道头吸收，所以一些个营养素会因此被破坏，所以餐后吃水果，马上吃水果是最不可取，是现在很多餐厅没有办法就这么做。错了，你怎么办？你不能拿着水果回单位，再隔2个小时再吃吧？所以很多人为了方便，就手就吃了，错，大错特错。哦，所以我现在理解为什么吃完饭之后要上果盘了，就是告诉你没菜了，别搁那赖着，快走吧。谁选的那个？但你们家的那餐厅估计现在得换了，我们都已经倒闭了。是谁选的？对。你说对了，很想知道是谁选的。我们接下来就想知道，对，谁是那个选对的人？来，请灭灯。哇，哎呀，好厉害啊！好厉害，好厉害！来，先奖励你一个苹果吃，传上去吧。你还是传一下吧，万一打人。传递有个风险，半道给截流了。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教授，通常来讲，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说这个水果一天当中，早上吃是金子，中午吃是银子，晚上就分文不值了。这是典型的谬误，这是典型的误区。为什么早中晚没有这个差别？教授，我也听到一个说法，说水果要吃应季的，或者要吃离家时当令。正确，这是正确。不能吃太远，这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反季节的水果，不光是水果，反季节的蔬菜。各种食物反季节，它的营养素含量就会打折扣。举例来说，黄瓜，反季节的黄瓜，它的营养素含量是正应季黄瓜的1/3。那么少。是的。那地域呢？啊，地域呢？地域的话当然也有差异，但是现在地域差异不是那么大，主要是跟季节的差异关系更密切。嗯。但是于教授，我想请问你，就是说。这个早上、中午、晚上吃水果跟水果的新鲜度没关系，那会不会跟我们的吸收有关系？没有，早中晚的吸收是一样的，是非常近似的。我家里有老人嘛，对，大家家里都有老人，老年朋友可能肠胃没那么好了，如果真的去猛地吃这些，就是这些生冷的水果，受不了。您有没有好办法让更多的老年朋友也能享受？
咱们这么讲啊，如果你比如说啊，我随便举个例子，假设说这个苹果真的要这么能吃进去，这是最好的，甚至连皮吃，当然保证它外头是干净的，这个是最好的。如果我这样不行怎么办呢？退第一步，我先把皮削掉，刮瓤然后吃，去掉皮，我不刮瓤，去掉皮就先退第一步，光去皮这样吃，这是第二好的。第三好，这样吃也不行，用那个勺子小那个挖成果泥，哦，就跟喂孩子一样，挖着吃，这也是好的。还不行怎么办呢？蒸了，榨成果汁儿，果汁儿用一个搅拌器，英文叫 blender， 打碎了榨成果汁喝，这也是好的。这也不行怎么办呢？用一点温水捂一捂，捂一捂，或者烫一烫，或者怎么地，加加温，哎，实在不行，最后我们思琴说的煮一煮，这有点实在没招了，煮一煮，这还不光老年人有，太想吃了。其实那么煮呢，确实有损失，维生素 C 会丢失一点，对，但是膳食纤维、矿物质还是保留着，比你不吃强。好，谢谢。好了，现场还有21号观众啊，继续在努力向前冲锋，他能不能在下面这道题里边为我们创造奇迹呢？各位来看这道题。吃完烧烤以后吃哪种水果最好？都不容易的题。A 是梨， B 是草莓， C 是猕猴桃。听我来分析一下。来，徐瑞。这个要看从中医跟西医两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啊。你看，这烧烤它特点是什么？吃容易上火。对。对不对？梨那梨润肺的，哎，你吃完容易上火，吃点给你清热，就按这个方式。但是呢，如果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烧烤它是强致癌物，就有些它里头有一些叫自由基的东西，人体内如果要代谢这个自由基呢，就需要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C， 啊，猕猴桃，所以猕猴桃呢是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丰富的水果之王。妹妹阿姨您注意听他说啊，所以在 A 跟 C 之间进行选择，但如果按排除法来讲的话呢，如果两个都是正确的话，那它都是错误的，所以该选草莓。我的妈呀，有点乱啊！谁把他弄来的？谁把他弄来的？他其中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对这个阿姨，值得这个阿姨深思的。但是我不能说，我就说其中的不值得深思的一点。他说，从中医角度和西医角度来看，各有千秋和道理。但是你不要忘了，这是中医出的题还是西医出的？我的天哪！就到此为止，不再多说一个。这幸亏还是选一健康达人，这要赌房子赌地，你们俩得拿出刀来。好，如果是这么的话，阿姨听我的，你就直接说一个选什么。对，教授是西医营养学背景，猕猴桃，听我的，没问题。思琴，什么？我怕我误导他。你想选什么？我选梨。来来来来来，这位大哥，你说你选什么？选草莓。您坐着说，您坐着。草莓。为什么？草莓因为是水果当中的皇后。哦，选皇后。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观众最后做出的选择会是什么，请看大屏幕。猕猴桃，如果答对了就是健康达人，如果答错了全部没。好吧，到底答案是什么呢？还有告之后告诉你。好，欢迎大家回来，到底这道题目是答案是什么，最后它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健康达人呢？21号选择的是猕猴桃。21号阿姨你选，为什么这么选，来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我觉得那个猕猴那个口感比较好，梨呢它属于阴性的，你吃完烧烤它容易闹肚子。您在这三个选项当中纠结过吗？也纠结过。你最早心里也想选草莓的，后来就摁的这个他们也都是草莓，猕猴桃吧，最后就是选猕猴桃。来看一看我们的营养学专家，我们的于康教授会给出怎样的选择，请看大屏幕。健康达人是我们的21号观众。我们的徐教授已经解释了很多，但是他这个解释会不会有问题？他的解释是正确的。他的解释刚才对西医的，当然他这个从中西医分本身这不合理、这不对啊，对，但是他对烧烤以后产生致癌物质，猕猴桃里含大量的 VC， 注意这位朋友，猕猴桃的 VC 比草莓还要高、哦、然后他可以从 VC 的含量比较高这个角度来抑制这个烧烤以后这个致癌物质的产生和变化，
等于阻断了这个致癌发生的一个过程。从这个角度，猕猴桃首选。哦，当然那位阿姨用中医的观点来解释，我就不再赘述了。好，反正最后答案是正确的。好，祝贺21号。来，51号大哥，你就心里边光想着皇后了，给一个猕猴桃作为对你的惩罚，回去好好吃。下次记住，猕猴桃里边什么含量最高？当然补一句，选草莓啊也还行啊，就稍微的，因为最好嘛，我们总得比出一最来。好了，选梨的呢，安慰安慰吧，美女选的。好了，各位，我们这个题目虽然已经答出来了，但是关于水果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各位，请往这里看，我们这儿有两种香蕉，看到了吗？这两种香蕉，这个呢好像熟的过了点，对吧？这个呢就是比较好看了。大家知道香蕉，很多人说香蕉有一种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润肠通便。什么？润肠通便。通便。各位，这个就是稍微熟过了一点，这个就稍微生一点。熟。然后你看，我这还有一种。没熟的。这是没熟的，青的。那么，这三种如果放在一起，哪一种才有润肠通便的功效呢？熟的。哪个？熟的。这个吗？是这个吗？哪个？这个。是吗？好了，来，于教授，请帮我们做解答。好，很简，解答非常的简单。实际上，各位刚才说了，香蕉有润肠通便，这句话说对了一半。熟的、成熟的香蕉有润肠通便的作用。记着，熟的、成熟的香蕉才能润肠通便。如果是这一类的，不仅不能通便，它有收敛的作用。你拉肚子，给你吃点这个。连干的都不拉了。所以我们说，如果这三位选的话，这两者是具有，就单纯看润肠通便啊，这两者是有功效的。嗯，好，那么我们追加一个问题。对，这种香蕉能不能吃？哎，可以吃啊。能吃的请举手。很多人来剥开看一下。我剥开大家一看，然后再说，能吃吗？能吃啊。可以吧？可以吃。哎，于教授说不能吃，谁说的？都烂成这样，能吃吗？别吃完再说吧。没事，吃吧，吃吧。实际上，我敢说，在座的所有朋友，这种香蕉大家都吃过，吃过没吃过？对，吃过，我也吃过。嗯，所以说吃是肯定能吃的，但是。如果有这个香蕉一块给你的时候，你吃哪个？我吃这个。哟，这留给我儿子，这留给我老婆。行，这种爱家顾子疼子，这挺好。注意，从这儿就能看出来，如果是这两根香蕉去比的话，毫无疑问，这个营养价值要高得多，安全系数要高得多，这个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个里头有些东西已经发生烂的变化了。这种变化呢，不要说出现这么烂的情况了，哪怕出现一点点，它已经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偶尔吃吃不会有问题。好，经常性的不要吃这种，要吃这种。好，谢谢。其实啊，说老实话，咱们有时候到超市有点图便宜。对，有一些看着不是特别坏，或者家里苹果坏了削掉一半还能接着吃。那咱们让专家说说哪些就得扔了，哪些其实别浪费，好不好？你看，我的妈，有时候真是，有时候真舍不得扔。您这也太舍不得了，这个能吃吗？这也太会过日子，大家看这梨都什么样了，这还用我说吗？这不能吃了。注意啊，发生霉变的、长毛的这些东西，哪怕就一点点，坚决全部扔掉，里头全烂。这种很多人的吃法就是从这儿咔一下削掉，对不对？把它削掉，削多一点。有的人说我削多点，再多，我告诉你，像这么大的烂口，几乎这个苹果已经全部崩溃了。哦，最起码你怎么办？要切一半下去，整个二分之一。像这么大的烂的面积的，这个深度不用看，就从这个面积已经烂到很深的程度了。有人说我把它切掉，切到什么呢？切到把看不见这个烂的东西的这个位置上，不行的，已经全部扩散到整个苹果。哦，所以如果真的要吃，您要把它切多少？我从这儿切，干脆就最好别吃了。我狠的，就一点都别吃了。
因为有人说，哎呀，不吃了多浪费啊，你省那点钱到医院治疗，那费用比它高得多。所以在营养学上，什么叫少即是多，多即是少，在这儿充分体现。所以各位别到这个时候想起来节约了，对，买的时候少买点，买回来抓紧吃，所以、啊、这才是节约。对，给老婆孩子吃那好的，给自己也别吃这烂的，对不对？好，对。你说我们当男人容易吗？谢谢谢谢玉刚教授，谢谢谢谢谢谢。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个问题，其实跟我们老百姓吃水果更加有密切的关系。这题目很简单，叫做你会洗水果吗？哎，怎么能把水果洗干净呢？一些小窍门，有请何佳博士。好的，小磊。那么其实啊，这个水果买回家以后，我们肯定都要进行这个清洗的。可是你怎么洗呢？那么其实我就知道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啊，因为长多年养成的这个习惯，他就喜欢把这个水果呢，直接用盆子接了水，就开始在这盆子里面搓。那么其实这个方法不太科学。我一般怎么洗啊？我会把它用这个流水冲着，然后来回的在手里搓。那么这个时间呢，最好能够达到30秒，哎，这样才是我自己洗水果的方式。有的这个朋友说，那我这个超市里面有这个果蔬洗洁精啊，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曾经专门有这个科学家做过实验。我们把这个各种各样的洗洁精排成一溜，然后呢，另外一边呢是清水，咱们一起来洗。最后发现呢，这个水果表面呢洗干净，这个农药的残留啊，最后是一样的，清洗的效果完全一样。而有差别的话，这个差别是在哪儿呢？那么我们用流水洗的就要比用静止的水洗好，我用这个流水冲就要比你泡好，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好的方法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流动的水冲洗啊，搓洗啊，30秒，这就是清洗水果的方式，你记住了吗？小磊，谢谢何佳。于康教授，关于水果你最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一句话，每天两餐之间一个果，合理健康营养伴随我。好，谢谢于康教授，在你吃水果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想起来今天于康教授告诉你的营养主张。朋友们，我们下期健康之路再见。如果您的健康亮起了红灯，如果您此刻正求医无门，健康之路周末版携顶级医学专家团，多学科多视角为您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怎容错过？健康之路给您最贴心的帮助，敬请关注。